我觉得他人家拍照都是看他在画画，那么照相完这一张，我看着他的这个斑点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很有兴趣。主要的给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他的线跟点，线一个点。后来这张主要是从吴冠中先生的一些画作，有线跟点，所以我想起这个很像吴先生的一个作品，而你就这个你都是局部跟他画，这个就是吴先生的一个作品来的。因为主要是一个局部啊，这个主要最近可能靠近一点，就是特别主要是拍他在哈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哈这个，所以很少人这样拍法，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在画画这个哈，还有就是他的斑点给我很大的兴趣，所以就因为那时候我也跟吴先生，做他很多展览，所以我对吴先生比较熟悉。而很多人拍艺术家都是拍他在桌子画画写字画画，我里面都我看一张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，所以我尽可能全部都是他们正式生活的一个记录。